大家好，我是魔人，今天回到来跟大家讲讲，其实这个活动都讲了很久了，不过我相信大家入 game 的时候没入官网亦都不会知道，那就提提大家了。那究竟这个活动有什么好处呢？其实就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拿到 B 格猫福利券30，那其实就是接下来有什么新的或者是现在的一些货金投息货金30 coin 的代币啦。咁其实大家都知啊，30 coin 嘅代币即系唔系话好多咁，但系亦都唔少噶吓，30几蚊食到个饭嘅，我相信。OK， 咁讲一讲详细嘅活动点样做啦。咁其实呢个就系事前登录暖心回归，咁佢就咁样讲啦。咁我哋嘅活动咧就系去到11月24日嘅。咁如果你嘅角色喺11月24日。12点钟嘅夜晚啊，之前咧注册喺游戏注册创角咧，咁每个角色就可以领取一次噶啦。嗱，咁点样玩呢？嗱，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嘅话咧，可以去翻我短片说明嗰度睇翻个网址嘅，系啦。仲有就系、第一步咧，佢就话要 like 翻佢嘅 Facebook 啦。第二步咧，其实就输入你嘅电话号码啦吓。输入完电话号码之后咧，你就输入翻你嘅 game 里边嘅角色名。咁你揿我要登录，咁就成功噶啦。咁其实首先佢话50万突破50万人，其实已经达成啦。我哋依家就算做咗呢个步骤，其实就一定可以获得系啦呢个三十嘅代币啊，即系可以攞到货金嘅代币券啦，系啦。咁另外就係神秘箱子3个锁链雷定3个啦，暖心料理3个啊，呢度都75蚊啊。另外就係入门嘟嘟嘟盒3嘅，即係料理盒啊，食咗个可以食嗰啲啊。咁另外嗰啲都係比较雞辣嘅嘢啦。係啦，咁啊今日其实就差唔多嚟到呢度先啦。咁啊希望大家鍾意呢条片啦。咁我嚟緊亦都会同大家讲一啲关于官网嘅更新或者係活动资讯嘅，因为我好多朋友都同我讲，原来真係佢哋见到个横幅是一定不会揿入去的，他们跟我讲，所以希望方便到一些比较懒的朋友啦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条片，喜欢记得按 like 又或者订阅 channel 啦。还有就是告诉你身边的朋友知啊， share 这条片给他，跟他讲有个这么正的活动。今天来到这里，多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